薛凯琪参加婚礼冇谂过力食啊！边有寻日就喺尖沙咀搞婚宴，嚟到婚礼嘅薛凯琪问到佢会唔会顺便识下男仔啦噃 ，Fiona 就话今日唔系谂住嚟力食。我坐嗰台全部都系阿 Y 啊、周国贤啊，以前一啲华纳嘅同事啊。咁啊，應該唔好俾你坐呢台。應該全部都結曬婚㗎啦，除咗阿壞。今日係嚟賀佢，即係見到佢啊大個仔結婚啦，而唔係諗住嚟覓食㗎嘛。即係最老土嘅答法，即係隨緣咯。但係我又唔會覺得即係參加一個婚禮，會認識到新男仔之餘，就會一見鍾情。